应该是你卡进来房间，白头讲哦，你搁请一个水姑娘来咧做你秘书的这个代志。这个查某实在有够超过，你是安怎要这么搞猜疑，北堂这么矮，顶面因为以往的代志，卡进已经咧责备我，是安怎你事事行行拢要伫卡进面头前做报马啊，让大家歹面相看？你讲我搞猜疑，感觉你唔敢嫌疑对以往有意思啊？已经发生的代志叫事实，你也免辩解啦。我无承认我对伊万有意思，你爱我解释几遍，你才听有啊？才拄啊好，不要叫人家转来。我甲志忠两个人做伙去讲生意，无用甲即阵啊，谁像你才好命？志忠啊！啊！恁是去讲什么生理啊？你问爸爸啦，我真忝，我要休困。你唔免问我，我即马嘛真忝。你咪急咪去另外房间啦。敢讲伊甲即阵还袂当来？哼，人是当来啦，也毋过即马哦，应该是你卡进来房间，白头讲哦，你搁请一个水姑娘来咧做你秘书的这个代志。这个查某实在有够超过。吃醋嘛有一个限度，我若是无骂伊，伊头脑就袂清醒。哼！看起来我家已经位于防空洞，升级做 7-11 啦。即马你毋是骗人的时阵才来，即马你是逐工拢会来。我问你。你是不是拄仔位卡正遐转来？是啊，安怎？美华，卡正已经有火啊，咱就应该予伊清心，爱予伊享福，无需要甲公司大大细细的代志拢向伊报告，增加伊的烦恼。啊，无你即马是伫咧骂我心，我听无你的意思咧。你是安怎要遮尔搞猜疑，北堂遮尔矮，顶面因为以往的代志？卡匠已经在责备我，是安怎你事事行行拢要伫咧卡匠面头前做报马啊，让大家歹面相看？你讲我搞猜疑，感觉你唔敢嫌疑对伊万有意思啊？已经发生的代志叫事实，你也免辩解啦。我无承认我对伊万有意思，你爱我解释几遍，你才听有啊？翁仔某做这么侪年啊，你吞一下嘴喏，我就知影你想要啉茶。你坐遐四界看，我就知影提报纸予你。就连你亲吻一下，我就知影过去甲你抓着。那你讲看卖，你心肝内伫咧想啥物？你对一个水查某是毋是有意思？你目睭练一下，我也毋知影是。听你安尼讲起来，你敢若捌伫咧调查局受过训练的间谍，会晓观人目色，讲头就知影尾。拄则你所讲的一切，拢是你家己认为讲是对的，其实事实并毋是安尼。我无想要拒绝你的好意，惊你有错一角，才会顺你的意。你唔通叫是讲你家己真正有读心术。吴总裁，这一夫为天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我是看甲比啥物拢较重要。我可能常常会会错意啦，也毋过，我是希望你会当体会我的好意，知影我对你的关心。我安尼用心想。打拼做，想袂到，你也是对我真气嫌，搁泼我的冷水，实在是予我真伤心，嘛真清心。丽华，我毋是超工要讲你啦，啊是你连我要请一个较水的秘书，即款小可代志，你也要闹到卡掌遐，我毋再受气，讲话遐尼大声。你是啊认定讲我去找卡掌，就是去投即层代志啊？你敢毋是？是毋是刘英姐讲的？人讲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上厉害啦。刘英姐一直想要破坏咱的感情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这根本就是刘英姐伫咧使弄啊！伊想要挑拨是非啊！你家己上好较注意的啦。若无倒一天，你让这尾毒蛇咬一嘴，到时闹到要闹出人命，你都是请上好的医生来，我看嘛无法度医啊。是我一时无注意，去踏入伊的陷阱。这拢爱怪我想过大意，饲一尾毒蛇在身躯边
完全拢无提防。严哥，我看你连这点你都看袂出来，我真正唔知影你拄只到底是心虚，还是真是老糊涂啊？心虚？我是安怎要心虚啊？你若不是心虚，你哪去相信杨英姐我袂讲的话啊？我去找卡匠，是为着本家姨的代志，为着要保住咱黄家的孙。我唔才去找卡匠，看参详，看要安怎做才好。我才不是讲你的英阿话咧。丽华，我知影，这拢是我较唔对啦。你较唔对，你唔对的代志多啊啦。也毋过我敢有甲你计较过？人安尼对你，你煞安尼连这款小可代志都摕来责备我，摕来教死我。好啦，拄只吼，拢是我伤过冲动啦。你莫甲我生气，你原谅我好无？你叫安怎原谅你啊？我就特别做阿公啊，我敢甲你保证啦，以后我袂阁乱来啊啦，吼。真实嘞？当然嘛是真实嘞，我一定爱留一挂精神，还阁有体力哦，来照顾我未来的孙啊。嘴讲是真简单，爱做会到才准守。好啦，我爱添一杯茶给你啉。你是不是听到拄只我咧吞嘴烂，所以？你就知影我嘴大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